我现在做的是一个20的虎头的帽子，所以图纸会比较大。材料包里面会有一张布，然后呢，虎头帽这次选的是那个，毛呢的料纸，然后它会比较厚，比四指头的那个要厚一些。然后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定型。然后我们开始拓图。拓图的话呢，就是比如说你做娃也好，还是做其他的手工也好，你会发现布料它特别容易，就是在你画着画着的时候开始挪动。所以呢，画这种比较大型的，就是形状比较大的那个，最好还是把它稍微贴一下。现在用的这一个是美纹胶，也是叫纸胶。然后在材料包里面都会有一支那个笔芯，就是一支这种水溶性的，不是水溶性的，是热效笔。热效笔的这个笔芯的话呢，其实不一定非要买百乐的，然后你就去学校附近，然后它会有那种小卖部，小卖部的话里面会有那种就是磨了擦之类的这种笔就可以了。笔芯你到时候拿回家了以后自己找一个笔筒。有时候有些亲在我的微博底下留言，就是那个娃做出来了以后有可能手啊或者什么地方是歪的。其实这个歪呢，一部分它有可能是描图的时候它那个形就没有描好，然后呢或者是后来的时候缝的时候可能也有问题。所以有时候问我这是什么原因，我有时候也回答不上来，因为它可能要从一开始描图的时候就去找原因。好，这个是正面，然后呢，因为最后你是背面要缝合，然后呢，如果绣了花的时候，有时候它的布会被压缩挤压变形，那这个时候其实最好的就是在背后也画一样的线条出来。定位针把几个关键位置定上，然后把布反过来，就会发现这些针眼，小针眼，把它点上，点上，点上，放下来，点上。一个点对齐，所有的点基本对齐了。
点对不对？还行，放一边。这是转印纸，旁边的这个部分还要用于其他的地方，所以紧着用。是的，这是什么？